法会圆满。我们看到呢，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叫边缘系统嘛。等于说，我们这个是中间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大脑皮质。只有大脑皮质是可以用我们人类开发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小孩子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大脑皮质。再来呢，后代会白净视床极光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只要专注，你就可以得到了。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都能够专注下来的话，这边就非常的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大脑图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晚上生活体的安定，白天脑下垂体啊，这个就行识布施。所以我们从行住坐卧、眼耳鼻舌身每个当下，都能够呢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也看到阿弥陀佛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速起孤独园。所以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孤立数合一二五零，也是代表一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千一二五零嘛，对，不在二元对立的。甘心脾肺肾就是整个宇宙当中，从譬如真纳佛从北区东方所谓的这个这个保身佛啊，也就是我们透过呢这个毗卢遮那佛，有这个南瞻部洲、北俱卢洲、西部和牛洲、东胜神洲一二五零，也是代表我们细胞的生生不息了。所以这以上是因为我们有大罗汉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圈，对不对？但是它又行使大菩萨，所以我们菩萨的果位当中呢，我们当然课本所举例的是法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这边的时候是讲到摩文殊菩萨，文殊苏利菩萨是代表华藏世界的嘛，哈，还有阿逸多也是代表未来佛，代表我们都是不休息，而且更能够精进的啊，甚至我们在大脑皮质的天界、四体环音的都是在护众的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十万亿国土，就是离我们的地球非常近，所以呢，经有什么？有佛号阿弥陀佛亲现在说法，所以代表呢，这个因缘都是圆满的了。所以我们也期盼呢，透过今天的阿弥陀经，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呢，这以上都是要让我们将这个像苗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世丘啊，这个都是我们在世丘里面的这些代表的，都是我们里面的这些照着这个文字般若啦，或者是从实相般若。再来这个观照般若，再来所谓的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还有是没有声音吗？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代表这重重无尽的了。好，所以这以上都是我们让所有的人要了解到的，就是什么？你要进入到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七轮都有啊，七轮都有，所以它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代表什么？我们去阿弥陀佛的家，就是我们的安乐国啊。最后这一生，我们最后这一生一生补处。所以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五浊恶世是代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中啊。因为你可以看36万亿119500通明通哈、啊，我们从东方开始就启动了啊，也从这个南方再来西方哈、啊。你看，从东哈、啊、南西。北好一样是代表的是上方啊，还有北方、下方哈、啊，代表六方嘛，对不对？好，下方、上方，所以这些以上都是在代表的，都是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那当然，无量寿经是用十法界数穷三界横遍十方，华严经也是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的身体呢，起心动念都是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所以你看，这个五浊恶世就是我们要从大脑皮质来开展的。从我们的枕叶、顶叶、额叶啊，从这个逆叶当中，我们就开展出来的啊。最后你可以看呢、啊，文殊跟普贤代表华藏世界，你可以看到后来全部什么倒归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阿弥陀佛，阿弥陀经将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线上的，我们线上的从这个广清法师合家、静美合家、圣爱合家、金融合家、圣山合家、圣南合家、圣宁合家、愿力圣德合家，以及我们的这个圣教正皇，以及我们的这个福清合家啊，还有在大家我们的这个奉化里了哈，也就是贤人路68号啊。
都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哈，还有我们的花莲县凤林镇长桥路29号佛陀法经社啊，这边啊里面是地基主，还有土地老沈，以及在此所有的出家师父以及所有的啊在家人，皆能够交托给弥陀父，还有圣鹏合家，还有王兴合家哈，还有我们的广成法师合家、广华法师合家、广律法师合家、广华法师合家，还有我们的广禅法师合家，以及我们所有的在永明佛寺、明峰佛寺、白净寺、白净法、白净以上，全部都是要荣耀弥陀佛的。还有我们的清明守墓的所有的往生的名单，还有我们在世的阳世间的所有的每一位甚至有我们在这个点灯的名单，那以上这些都是要回向给我们所有的白净法三宝弟子啊，佛陀的弟子，也期盼呢，我们今日在这个扶持的陈英晃一方哈所代表的所有的这些人事物万心万灵哈，我们也都感恩你们啊，还有我们这边的志工哈，圣明卡利英啊，以及我们在这边圣情在这个。所有的医院里面的甚至我们在看到俊旭他们合家哈，还有我们这个法术法师所带领的这一团队哈，还有弘妙法师所带领的团队啊，甚至我们的修行室里面所带领的团队啊，以上我们所有的清净功德呢，感恩今日法会呢圆满，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将所有的功德回向啊，回向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我们至真至诚将今日法会圆满了，我们同声开口，为今日呢，我们的凤林香法术法师以及这边日后的道场都成为荣耀弥陀佛。我们为所有的战争、细菌、病毒。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荣耀交托，也让医院、细菌病毒，还有所有的自杀的你、堕胎你、婴儿灵，皆能够回归净土。我们同声开口，为此能量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于大善知识、微善知识及善知识与一处，将这一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常常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化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人。设计 DNA、RNA 基因原子、原子核子、质电子、中子、微中子、微质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行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受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地址是众人身念念本身水土在所不行，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执念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为此大能量，法界众生回归未来佛当下成佛，皈依三宝，请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尊，皈依僧，种种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凡尘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尊，皈依僧，种种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凡尘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尊，皈依僧，种种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凡尘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一切。我将所有呢，我们也将所有能量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放光起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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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我们也将今日所有的功德呢，也透过光经社、义德师以及正觉经社、圆通寺以及我们南普陀啊，所有的比丘的亲兄弟子，皆能够回归净土。我们今日法会圆满。还有圣号哈背后的万心万力通奉回归净土啊，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总统今日来带领我们所有的蓬莱仙岛，今能够呢走上呢人往复国，人心安定，感恩我们今日法会圆满。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
的慈悲、种爱和期盼，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求生菩提道，求生安乐国，一心归命，结恶世界。感恩灵性不会生病，不会死亡。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